鄉親父老，朝廷班輪新法是想國家走上富國強兵之路，只要新法成功，大家就可以過上安居樂業、豐衣足食的日子了。啊，咁就好啦，咁要支持新法，支持新法，支持新法。推行已經首見成效，豪強兼併以及高利貸活動已經受到限制，國民百姓亦都減輕了差役和賦稅負擔，國庫的情況已經大大改善。沒錯，郭愛卿，這些都是你的功勞。謝陛下。Thank you.